成那个标枪了。对，好，不尴尬吧？好开心见到你们，现在还有两个弟弟了。哎，你们就是知道我们这个，我们干嘛？干嘛？想尴尬吗？杨千玺，你从哪里？不尴尬，你已经进位，进位，进位。表情包也蛮好笑的。好开心哦，没有，哎，我来这好了啦。源于我们的新的单元呐、啊，然后想说，那、啊、有没有什么用，我们就帮你达成，类似叫玩一起课。哦哟。对，所以就是对，就是不是很开心？开心。就是因为你们两个都特别帅，所以这个额度可以大一点。额度、就是、可以大一点哇。好。对。嗯，最近。最近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吗？好，就这样子了啦。今天做 ending， 因为你们会怎么样？你说，那你就交给我们的那个，对，我们的同事们来好好帮你处理这件事情。啊、好，希望你们可以玩得很开心。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先走了。完全娱乐新单元玩鱼请客，这次要请到的对象是师兄弟档毕淑静跟李日熙两人一起来宣传主演电影《有一种喜欢》。哎，他们会跟玩鱼请客小组要求什么样的礼物呢？我想要比较实在一点的。什么？什么？帮我们买200张电影票。200张电影票，一张多少钱呢、啊？一张电影票算350。大概跟我讲一下，超过多少啊？不行，我不能让他知道。文补贴，哎，还是你们要办那种？他怕补贴。你们知道那种蚊子电影院吗？就在庙口。我就是这样说，然后大家都来看这样子。庙前面，对，庙前面。哦，是那种的。我有看过。庙房有窗户吗？没有。对啊。我们那150张呢？150，这样吧，我们搞包场，我们搞包场会比较便宜一点。包场可以吧？应该还会再算8折吧？我跟你讲。等一下，还是我们贵，就包一场，包一场。包场比较便宜吗？220。包场就是220。两位双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算220。所以别人不同的价钱是不是？那如果再加一帅呢？再加。350位其实不难。怎么还有好多？好，那行，那我们就 deal， 我们就是150位包场。对啊，你是哪位啊？不是，说起来是哪位？对啊，计算。因为我们还要跟 boss 讨论。给150位，每个人都有爆米花份额。还要花钱？对，要花钱。这样算的话，其实跟200位差不多。对，爆米花我们自己放，我们自己放爆米花。爆米花，大家爆米花。等一下，我们自己爆爆米花。然后卖，然后可以赚多少？我觉得可以了，这个答应你，可以。也要有可乐哦。不能红茶吗？不能，不能。开规定可乐。他意见很多。我这小小的。Sorry。那你们两个要做点什么事？对啊，我们做一个 VCR， 然后你们包场的。你们才录 VCR？ 对啊，我们包场的。你们才录 VCR？ 对啊，我们花了很多钱。算了。对不起，我讲错了。对，行动力，你可以出现在现场吗？对啊，因为他们都会有什么应前应后，你知道吗？好，时间可以敲的到的话，一定会出现。又没有说一定，他应该时间敲到。时间可以敲到。好，我答应。150位，希望可以至少出现大概15分钟，不然我们节目很耗时。可以预选就给我的来电就 OK。你们不在现场在唱一些歌之类的吗？像唱歌。在现场倒立，然后摇花圈。太好了！那我们先预录。我们包 VCR。歌的时候你在那。愿望都是
狗可能电影或是粉丝没有为了怎么样？当然给粉丝，对啊，粉丝有限。那我们就为他们努力冲票房吧。先冲150，要问 boss， 要问 boss， 先为他们，因为有可能真的会被西门町的 ATV 封嘛。两个爆米花真的可以送了，真的送给你，对对。好，那就先这样子了。不是说好消息吗？说好吗？好。好消息，我们要支持你。好消息，真的是近期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是吗？哎，那段越来越帅，很甜，因为他那个。公司你是说要150位？还有，那时候很害怕，只有来一半的人。你们两个人一起好了，不要，150。